我要讲什么？你要说悟空，怎样才算公平？你说说看。哦，悟空，怎样才算公平？你说说看。但是你他用四十年河清，这天庭也该轮到我老孙来坐着了吧？哎呀，我要休息。你要说，你有何本领敢称齐天？你有何本领敢称称齐天大圣？本领，你听好啊！像我老孙，想天助地，无所不能，千变万化，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。怎么样？你敢跟我打赌吗？哎，我要说什么？你要说好。只要能翻出我的手掌，就算赢。天庭自然就该让你。啊，好！只要能够翻出我的手掌心。手掌。手掌。要这样。手掌，这天庭自该轮你。自该轮你做主。天庭自。该让给你啊，自该让给你。一人为定，不许反悔。好，小意思，小意思，那就看不了老夫。我走了。嘘，哪吒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你认真一点录了。我知道我今天录啊。可是你没有录到他。有啊，我录到他，我一直有录到他。对啊。嗯。走天边了，那就是传说中的擎天柱。擎天柱。嗯，擎天柱。好，转过来，转过来这边。这样才录给他。留下点记号，大声点。得留下点记号。齐天大圣到此一游，再下头尿。你要说可有什么证明吗？可有什么证明吗？还留下记号了，不是你去看。你要说是不是写下了齐天大圣到此一游，还撒了泡尿呢？是不是留下齐天大圣到此一游，还撒了泡尿呢？不好，他怎么知道？你要说，看看我的手上是不是你留下的。看看我的手上是不是你留下来的记号。不好，你要说你自己的尿味想必很熟悉吧。你自己的尿味想必很熟悉吧。三十六计怎么上。你要用手挡住我。好啪呀这个是什么？这个要贴在上面，你要这样。善哉善哉，可以。
干嘛？演什么？演下一集啊。下一集是什么？你先告诉我第一集是什么。第一集是猴王出世。第二集呀、啊？龙宫取宝。第三集呢？养马风波。第四集呢？大闹天宫。第五集呢？第五集是大战二郎神。第六集呢？南逃佛掌心。第七集呢？第七集只有字啊。你只有字幕没有念，你就不知道了。嗯。好了好了，结束了，下台鞠躬吧。你要这样，快点。嗯。演下一集。什么？我要什么？演下一集，要第一个先演我。嗯。停了。啊，停了，停了。